为什么要告诉你？给小朋友们，因为上次也没有给他们准备东西，想着也不了解不了解他们喜欢什么，然后今天就想给他们做点每个人一个小东西。72 hours later.千里是喜欢大自然的东西吗？做了一个树叶给他。婉清，这个是给你的笑脸，因为我觉得你笑起来最好看。这个彩虹是彤彤的，因为他有一天画了一幅彩虹给我。猜猜这块令牌是给谁的？小宝，他不是老爱当警察吗？这就是你的令牌，你拿着这块令牌，你就天下无敌了，小宝。然后这个是小宝的发型，苹果头，这个是送给老大的。谁带领大家，这个哨子就是谁。